父母都是残疾啊，在那医院住不下，工也打不下。自从2016年到成下这个生态馆花园之后，每年的工资也有2万多，还能家里这父母也能照顾上，还有闲时间的话还能多少打点工，生活方面都好下了。通过一系列的管护措施，我们全县的233.76万亩的国家级的重点公益林和77.72万亩的天然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。